夺回属于我的一切！哇，都没打到手碎，我这两个同志，报废呀！人死，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 就你有点啊，没有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这牙兽可有？当心炸药桶！ 我们对付过了，我们这边直接带走。先升个六级吧，以防队友打架我没大招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失去灵魂，又一个。我操，这什么走位啊？ 这才该再回来，我的我的，我这波思路他妈有问题，早点打就好，拖太久了，我这波思路不好，我服了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 啊！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呢？愤怒在积攒，又一个，扔给鲨鱼。早就伤害挺高的。 要小心一点，憎恨，小孩子的用词。完了，我操，这也太痛了。 耗点血，还行吧，我的人头。那小月应该会去打红 buff， 亚索应该没给眼，实在不行就用闪现跑。 猖不猖狂？好受多了。你被你逮住，你能来抓我，我也能抓你。我让你再抓我。当心炸药桶！言语好，血肉才有分量。要你不在，你们就。 美鸡鸡，忘记忙，顶不住的阿索，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
按你下包包。不是你噩梦。急了急了急了。不走。我还是想去杀寒冰。四人恩怨，四人恩怨，兄弟们，四人恩怨。一次转身，暴击。四人恩怨，四人恩怨。撞山撞山撞山怎么了？谁说撞山就不是英雄？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 Supply 先抢蛤蟆再杀人。一刀回手掏，消遣一下时间，就需要那个，又一个，哎呦，哎呦，更多 fuck， 谁得喊个弹幕来动杀的？啊，杀人灭口。这套操作给我打沉默的，这套连招自带沉默效果。嗯，我还看到了一个牙锁。你滑，我也滑。哎，我怎么感觉我这个孔子被他风墙挡外面来了，像不像？找死是不是？我要夺回属于我的。这就应该是会变的风墙。我有点事，我有点事，我有点事。我刚忘了，我家诅咒煤气火没关，快跑！我要回去搬火。哎，有没有去拜一下？一起跑，一会怎么跑？分开走，分开走，别拖累了我还跑跑行吗？分开，分开，分开，分开。让我进桥，让我进桥。我队友也是不错的呀，我先来个百分百暴击。
有问题。我看起来很有来劲吗？还有谁？瞬间移动。看一下有没有五杀，我是可以拿五杀的，不管他有没有盾攻，我这一桶下去，27年的攻打